级汽车。消失的珍珠，我的墨镜不见了。阿丽阿丽，是不是你拿了我的墨镜？嘿，我可没有。真的吗？真的没拿吗？兔宝，你这样真让人生气。哼。阿丽一定是心虚了，我要去找雷克警长调查他。雷克警长，我的墨镜一定是阿丽拿走了。酷宝，怀疑别人是需要证据的。哦，对了，他说过他很喜欢我的墨镜。这只是一句夸赞，不能作为证据。是紧急任务。是谁需要救援？啊！我的珍珠不见了！人鱼公主，请你冷静一点，你的珍珠我们会帮你找到的。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了。没问题。警车雷克，挖掘机酷宝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扫描眼睛。超级汽车出动。是人鱼公主的哭声。她应该就在前面。之前我的珍珠就是放在这里的，可是我睡醒后它就消失了。我怀疑。怀疑谁？大鲨鱼是它，是它，它有大大的嘴巴，把珍珠藏在里面，快点快点抓住它。追呀追呀追，鲨鱼快停下，让我找一找，珍珠没找到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对不起，我弄错了。小丑鱼是它，是它，它有一点小顽皮，把珍珠当成玩具，快点快点抓住它。追呀追呀追，小丑鱼快停下，让我找一找，珍珠没找到。我很生气。是他，他马上成为妈妈，把珍珠看成宝宝，快点快点抓住他。追呀追呀追，大海龟快停下，让我找一找，我珍珠没找到。我没有拿你的珍珠。抱歉。那我怀疑。人鱼公主，不要再怀疑别人了，还是让我们来帮你找吧。雷达滴呜滴呜，大海里面找一找，大铲子哐哐哐哐，大海里面挖一挖，找呀找一找，目标发现了，挖呀挖一挖，珍珠找到了，珍珠珍珠找到了。雷克警长，酷宝，谢谢你们帮我找到了珍珠。不客气，人鱼公主，以后不要再随便怀疑别人。我知道了。作为感谢，这两个贝壳送给你们。哇，这个贝壳会发光！嘿，
这是什么？这应该是你丢失的墨镜。哦，天哪，原来是我错怪了阿丽。空宝，你去哪儿？我得去跟阿丽说声对不起。